他的姐妹就在旁边，美甲师也在旁边，他让我跪在地下给他做，跪了吗？跪了吗？我跪了。做了吗？做了。钱借了吗？没有。你以前跟我古语有云，男儿膝下有黄金。这个长相酷似靳东的男子名叫崔国隐，但是他却没有靳东那种霸气，反而为了借钱当众给面前这个女孩下跪。这一幕让全场嘉宾都惊掉了下巴，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堂堂七尺男人折腰呢？更过分的是，下跪后还没有借到钱，还是接下来出现的这个女孩借钱给他的。自从我住在他家里之后，我觉得是我是朋友，但他什么事儿都指挥我去做，包括烫衣服，连洗内衣内裤这种事情他都让我去做。这个短发女孩是依依的闺蜜，名叫梦琪，看得出来她也是一脸委屈，眼泪都泛着泪光，原因是面前这个强势的闺蜜让她没有了尊严。那男生与这一对闺蜜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情感纠葛呢？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长按点赞三秒加关注支持一下，祝您今年必发大财。接着从女生依依这边说起。那是来兴师问罪的，对不对？我要他今天当场来道歉。他们是你的男朋友和你的闺蜜是吧？对。道什么歉啊？他们跟我玩失踪啊，他吃我的用我的，他的公司都是我花钱给他开的，换成你生生气啊？你是怎么判断他们俩在一起了，或者说所谓的背叛吗？原来男生是依依的男朋友，他猜测闺蜜和男友之间有私情，才会两人一起玩消失。依依上节目就是要一个说法，还有让男友给她道歉，字里行间充满了暴躁和愤怒刁蛮的气息。因为依依说道，有一次他们几个一起去海边玩，一个很大的浪打了过来，把女孩们都推倒在水里，但男友第一个浮起来的确实闺蜜梦琪，这让本就脾气暴躁的依依气得蹬鼻子上脸。当时咀嚼的两人的关系不简单。此时嘉宾老师也对依依现场的表现说道，一上台就怒气冲冲，没有丝毫收敛，真怕男友和闺蜜上来会打起来。女人可以强势，当最好不要表现在脸上，否则到最后可能会输得很惨。接着左岩老师做了一个假设。要感兴趣的是，假设啊，她真的跟你闺蜜有点啥事儿，然后她今天来到现场了，来到现场她跟你道歉了，你会原谅他们吗？不会。他们两个真有那些事儿，你会原谅他们？她真有那些事儿，只要她跟我道歉了，他们两个撇干净，然后重新回到我身边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原来依依是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的人，只有男友回来道歉就可以原谅他。但是男人是最害怕女人猜忌的，因为女人的第六感太准了，一猜一个准。一开始就不能把闺蜜介绍给男朋友认识，那是实会是如此吗？在场的嘉宾老师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男生的想法，全票通过让男生走上了舞台。我来了，小叶，我今天来这儿其实就是想跟你说清楚，我跟他最近走的确实近了一点，但是你脑子有病吧？我是你女朋友，你不跟我走近，你跟他走近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那我在你旁边压力真的特别特别的大。你有什么压力啊？侧面看真的很像靳东，就是这样一个帅气的男生对视女友的时候眼神躲避，这就是心虚的表现。女友依依的气场真的强大，话语之间完全碾压男友，这样的强势真的好吗？男生也说道，女友依依从来没有在乎他的感受，而且一天要陪依依八个小时以上，这种相处模式能长久吗？在外人面前永远都是想羞辱我就羞辱我，真的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把我逼成这样子我都好，但是我和梦琪没有任何关系。男友表示自己真的很累，面对依依这种强势的富家女孩，男生感觉压力山大。因为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，那次我只是在周末办了一下工，你就把我电脑整个都扔出去，那些东西重要吗？比起我跟你那些东西算什么呀？他是不，但是他对我很重要啊。男友表示他很喜欢依依，也愿意容忍他身上的小脾气，但是最起码要尊重一下男生，所有的男生都是要面子的。接着男生说道让全场都不淡定的一幕，在屋子里了。那你不会找开锁的来开门啊？你把我手机都收走了，我怎么找开锁？那你不会从窗户出去啊？那不是你的别墅，那不是你们家别墅，那是雅苑，你知道吗？住在雅苑28层，我从哪儿跳？你一个大男人你就没有方法吗？你不动脑子的吗？这个跟个宠物没啥区别，不希望男生去上班，想在自己下班后第一时间看见男友，就算这样也不能把一个大活人锁起来。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有自己的思维，而且当时男生真正谈一个客户，有被锁在了房间，没有任何通讯工具，让男友损失的一个客户。也正是这一次的原因，男生的债主找上门来，就有了开头跪下借钱的一幕。做美甲的，我去找你借，完了你竟然让我学会了做美甲你才把这个东西借给我。当时你俗话说在外面一定要给男人充足的面子，回到家怎么样都行。当依依的强势已经让男生无地自容了，让一个男生当众学做美甲，一旁的美甲师和女性闺蜜都在笑话男生，可惜男生不明白男生的急迫性。而更过分的是一遍又一遍的给你往上面刷色，完了他的姐妹就在旁边，美甲师也在旁边，他让我跪在地下给他做，跪了吗？跪了吗？我跪了。做了吗？做了。钱借了吗？没有。
你以前跟我说到这里，明显能感觉到男生的无奈，也许这就是找了一个富婆的心酸吧。屏幕前的你看到这一幕作何感想？如果这个是你家的儿子，你会心疼吗？如果这是你女儿，你会怎么教育她呢？接着一一质问到男生与闺蜜的事情，因为是闺蜜孟琪最后借给他钱了。谁给你的钱？你以为那钱是他的呀？我告诉你，那钱都是我给的，他所有的钱都是我的。你以为他很有钱吗？他们家是两三年前是很有钱，但是早就输光了。原来闺蜜孟琪家里以前也是很有钱的，所以两人从小到大以前长大，由于这些年家庭的变故，家道中落，没有了往日的辉煌。但是作为闺蜜，应不应该当众暴露出人家的状况？赵川主持人接话到两人的事情，现在扯出另一个人，其就是她的对闺蜜，是她的闺蜜是你的，同时也是我的闺蜜，因为我们两个真的什么闺蜜啊，就是最单纯的朋友的关系，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任何。男女之间有纯洁的友谊吗？你们信吗？不信，不信。行，咱们这样。在场嘉宾不太相信男生与闺蜜没有什么关系，竟然没有什么，为什么会两个人同时消失呢？接着赵川把孟琪请上了舞台，让他们三个当面对质。怎么着啊？想怎么着？我还没死呢，你们就站一块了。你能别这么说话？这是一边去，我没跟你说话，我跟他说话呢。不得不说，孟琪短发配上一身白色连衣裙，气质也是非常大好，不愧是大家闺秀出来的。孟琪一上台，一就暴跳如雷，这一幕简直就像一个泼妇。上来的挺淡定啊，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？你忘了我之前怎么对你了？没有我，你这些吃的、穿的、用的都是哪儿来的？看孟琪如此的淡定，其实心中早就想好怎么应付依依了吧。因为孟琪一上台就和男生站在一起，这让本就吃醋的依依更是难以压抑心中的愤。孟琪上台也说到自己与男生之间没有任何关系，只是把他当作倾诉的对象，还说到国云哥很温柔，是一个有上进心有担当的男人，原因竟然是男生在孟琪来例假不舒服的时候做了一件很暖心的事情。在意我，只有国云哥回来的时候绕路买了红糖过来给我冲了红糖水，我真的很感动。是他多贴心啊，放着自己的女朋友不管，跑去跑管女闺蜜去了。我肯定是闭嘴。你不就是想找个有钱人上位吗？在这解释什么呀？孟琪很感恩生命中有这样的朋友，也很珍惜依依这个闺蜜，但是作为男朋友来说，男生这种做法给另外一个女孩子做红糖水，在依依眼泪肯定不舒服。在爱情面前，女人都是自私的，此时依依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。在依依眼里，闺蜜孟琪是想见男友上位，但是依依也说道，男友现在的一切都是依依给他的，包括他的钱、房子和公司，就连身上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依依花钱买的。原来找一个富婆在财富面前真的很爽，要什么有什么。接着孟琪说道，他这种努力你根本看不到，你只会一次又一次去践踏你的男朋友，你有给他过尊重吗？你有资格说吗？这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们俩的相处方式需要你来教吗？哦，我当时就去搬去他家住了，但我自己也有工作。只是如果说我自己现在目前是养活我自己是没有问题的。因为孟琪家道中落，是依依收留了他，给他吃好的穿好的，孟琪也表示很感谢这些年来依依的照顾。富家女从小的生活环境造成的，凡事都以金钱来解决，以为顺手扔给闺蜜的衣服和奢侈品包包就是对闺蜜最好的东西，殊不知人与人相处之间，只有真情流露真心才能换来真心。接着孟琪说到开头那一幕，从我住在他家里之后，我觉得是我是朋友，但他什么事儿都指挥我去做，包括烫衣服、连洗内衣内裤这种事情，他都让我去做。这种内衣内裤怎么能指挥一个闺蜜去做呢？这不是成了一个保姆了吗？孟琪体会到了这种话寄人篱下的感受，就像个寄生虫一样，这是有多伤自尊呀。接下来副首尔嘉宾说道，两个不争气的东西啊，那干嘛拿人钱呢？是不是？我觉得朋友是一种非常自由的关系。我家境不行了，那我还愿意跟你做朋友，我们可以聊聊天，我可以不去用这些奢侈品，我可以不再出席那些高档场合。那个包既然我觉得是别人看不上的，我为什么要要呢？两个不争气的东西说到底真的是这个道理。男生选择找一个富婆做女朋友，本身就是在外人看来是吃软饭的。孟琪也是世界上这么多男生，为什么要找一个闺蜜男友倾诉呢？这也许就是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了。接着苏琴老师也说到依依的性格，说话没有一句让人听着心里舒服的，你就差这个奴才这两个字没有出口了。依依，你累吗？我是真的想问你这个题，我也是个非常强势的女人，你现在这个状态看起来咄咄逼人，其实你是一只纸老虎，一碰就会碎。你刚刚讲了一大堆咄咄逼人的带着刀子那些话，其实你那些话背后的意思我能明白，你想说的是我在乎你们，我爱你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？但你说不出口，所以你所有的行为就一直在像一把刀、一把利剑一样插在他们俩人身上，以及现在看所有节目的观众会对你印象非常差。或许这种外表强势、咄咄逼人的女生心里是很脆弱的，她们与人相处就是通过彰显自己的强大，从而隐藏真正的自己。其实很多相互说的话，但是说不出口，也许富家千金从小的性格有关系。接着左岩嘉宾说道：“理解一个女人自己有钱，然后觉得钱可以买来一切，可以买来友情，可以买来爱情，可以拿男朋友当宠物，可以把他关在家里说哇，我第一眼回来就要看到你哦，好可爱。我不能理解，我不能理解你让你的闺蜜帮你洗内衣，
我不能理解。还有这个男生我也不能理解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愿意往地上跪，所以你今天就不要来抱怨，你就跪着就好了。如果今天想站起来的话，在我们舞台上我觉得也是很难的。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，更别说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一个霸气的男人觉得不会当众给别人的下跪的。除了求婚那天，一个从前要强家境殷实的女孩更加不能寄人篱下，要有东山再起的决心才不会被人看不起。最后孟琪说了一段话，倘若习惯了，我现在也瞧不起现在的自己，而且我不能继续跟你们这样玩下去了。你们有钱，你们或者怎么样，你们可以挥霍时间，你们可以把自己的事情拿来这里闹，拿来这里说，但是我不行。我可能要为我的父母，为我的家人去做很多事情。如果你们俩因为我有任何问题的话，从此我消失在你们两个世界里，我跟你们俩可以没有任何交集。此时的孟琪他已经成熟了，知道要为今天付出他的热血了，他也可以从此跳出依依的世界，从此闺蜜变成陌生人，也许这是最好的结果。爽了吗？好，他现在走了，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啊。我今天就是要听你跟我道歉。你把我当什么呀？ 我把你当男人。我靠，依依一句把你当成男人真的霸气，要是我都可能被他给吸引住。其实依依本性不坏，可能从小娇生惯养，养成了这个刁蛮任性的脾气。虽然男生看起来很难受，但是可以看出他还是爱着依依的。从接下来的举动可以看出。对不起。大点声，没听见。对不起。对不起这句话一出口，依依仿佛松了一口气，她觉得她那个对她言听计从的男友回来了。也许这种爱情不是真爱，也许在富家女眼里这就是她想要的爱情，我们无法阻止他们继续相爱，因为父母从小到大得到的爱都是钱来包裹着的，所以她遇到问题第一时间也是用钱解决。通过这一次，我想女孩也会试着拿出真心和男友相处，也可以看出女孩把爱当成了占有和控制。最后女孩感谢了嘉宾和主持人，因为她心里已经找到了答案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屏幕前的你从这个故事受到了什么启发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